小蛮，你干什么？你为什么要告诉他这些？你这样会害死他的。小蛮，你冷静点，好好想想。如果将军死了，夫人还会一个人苟活吗？好好想想。问世间情为何物，只叫人生死相许。见过七皇子殿下。听闻道长乃绝世高人，如今皇城中有狐妖作祟。殿下，贫道正为此事而来。小蛮，我可以不喝吗？宋晨玉这个臭道士开的药又苦又臭的，他肯定是想故意整我。小蛮。夫人。小蛮，要不你先出去。将军，你的病好啦。痛不痛？怎么那么傻？哎呀，疼一下就过去了，我们狐狸从来都是这样。吃了点甜头，该喝药了。啊，什么甜头？顾云帆，你个大坏蛋！好了，夫人，我顾云帆发誓，这辈子绝不负你，愿得一人心，白首不分离。该吃药了，我喂你。